喂，我要派出所了，派出所的又来了，他说他查房敲门很凶的，在门口下午已经找过我了。啊，那你问他们什么房？我不开门，我睡觉了。他们现在怎么说？啊，他说他执行公务，他在查房，没让我开门，在外面挺凶的，好几个人呢。刚才是说是我那个找小红，后来又说是那个他刚才我听到机器说在外面想开门，然后又说是那个服务员说是给我送电梯方，然后那个之后就有人说他是警察派出所的，他要查房，要让我配合他工作。你看，今天都在门口没有走，我现在头疼的厉害，今天。你看他在不在？在的话，赶快告诉他，叫他赶快联系啊！啊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他现在肯定是要从外面要开庭说事，开门已经开门了，破门进来了，好多人啊！你让他们想干什么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。抢手机了。我没有身份证，有那个是临时身份证证明啊。今天下午的警察又来了。喂，他们在干什么了？